亲爱的社区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大家一直期待耶伦在全球央行的讲话，是否会雷声大雨点小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社区竞赛，我是维珍。首先让我们走进策略竞赛，来看一下七月份诞生了哪些冠军吧。首先最具吸引力的是冠军$6,000的奖金，它的得主来自巴基斯坦的 Foxdream， 紧随其后的是来自摩洛哥的 Lightfox， 恭喜他获得$3,500的奖金。最后恭喜来自印度的 Smarty， 他幸运的获得$2,500的奖金。下面来看一下基本面分析大赛的周度冠军。在上一周的评选结果之中，恭喜来自白俄的 Yellow Knight 成为周度冠军，获得$650的奖金。而来自乌克兰的 OKS70 则位居其次，获得了$550的奖金。其余18位获奖者请参阅我们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。下面再来看一下社会交易大赛的结果。在七月份的竞赛之中，恭喜来自摩洛哥的 CatBed 位居榜首，获得了$1,000的奖金。紧随其后的是来自西班牙的 Wall Street Blog， 恭喜他获得$800的奖金。而位居第三的则是来自乌克兰的 Set Jeffna， 恭喜他获得$600的奖金。现在放松心情来看一下杜高斯贝佳丽。在当前的积分榜之中，前三甲为来自乌克兰的 Ice Amishra、 Krustinska 和 Wisdom Consultant 女士，恭喜他们。八月即将接近尾声，抓住最后的机会冲刺吧。伴随着八月的结束，夏天也在离我们远去，是时候和海边、暑假还有所有关于这个夏天的美好回忆说再见了。分享15件关于这个夏天的美好回忆，您将由此获得50的加分。好了，本周的社区竞赛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周见。